啊，诸位一定爱知影，咱啊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乱世啊，乱世会当伫这个清净的啊小环境，会当啊伫遮咧修行，这是偌大的福报诶！唔免烦恼衣食，虽然我唔是真正富裕，会得给啊，衣食免烦恼，那未当把这个时间掠掉的呢？认真修行，真正来成就果德。哎，都是罪人啦、啊，你都有罪啊！啊，这款的福报，罗汉菩萨求之不得啊，已经希求，但是得未到啊。啊！衣食无烦恼，有人供养。啊！若修行未成就，这种的供养就是啊，古德所讲的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魔地甲烦呐。这来做是有因果的，唔是咧讲滚笑的啊！哎呦，布丁西咯！哎呦，修不输啊！那修不输，难听。伊哩是伊来对做义工，虾米款艰苦的车事，别人无爱做呀，伊拢总咧做，咧修福啊！修福来对最主要就是念佛，伊念佛无间断啊，无论从虾米石头，伊拢伫咧念佛，所以做事唔知影忝。啊！愈做是愈欢喜，叫做法喜充满，上生欢喜心。那、啊、这是在道场的内面呢，福慧双修。这条道，这叫做道场。虽然这不是寺庙，是平民的主体，但是这里的佛师有佛、啊、有经有教、啊、我在这每天念佛听经都想拜佛断恶修仙，即讲累定，一天无闭过啊！我食的是施主的供养啊，你敢未当消化？咱若是无修行，无啊真够义务，咱食的这物件是未当消化的啦。啊，未当消化了，大生就会去三木道去修补啊。恶道出来了后，再过去害罪。
那现在唔知影是未歇啊，死了后拢总拢明白咯。迄个时阵后悔嘛是未赴咯，佫无现前，必定爱去承受。那经内底讲甲真清楚，真明白。咱来相信啦、啊，唔通甲伊当作是语言，唔通甲伊当作是假话啊！达古拢真实，咱就会得到利益，真实的利益。来完全啦、啊，相信，无丝毫怀疑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